来，诗诗姐，你选择一个。那我跟小林对应一下。啊，这边好的。我们看最后一个是什么？来，对自己的粉丝开启夸夸团模式。哇，就是夸自己人呗，是不是？对，夸自己人。夸自己人，试试用酝酿一下吗？夸我们的粉丝，小狮子们是最棒的，然后他们很好，然后对我一直很支持，然后从来不会催我去工作，从来不会催你去工作，这是他们爱你的方式，从来不会给我压力，心疼你，对，心疼我，对，就非常感谢他们，请一直保持下去，谢谢。请一直宠着我们诗诗好不好？继续宠爱。那我觉得我们诗诗的粉丝哪叫小狮子，个个都是狮子王。